挥霍本地波，一个礼拜又过去，又同大家做节目嘅时间啦。我系辉辉，另外一个拍档咧，仍然今个礼拜仍然都系房中卫。Hello， 大家好。Hello， 辉辉。喂，其实咧上个礼拜又系四场波啦，咁啊，港超联咧就又爆一场啊，提波所写啦，第三场爆棚波又嚟咯。喂，好咁啊，一连几个礼拜气氛好似热，同埋就啊嚟紧就啱啱呢个礼拜咧，其实就。大家心水清都知道釜山道運動場啦，大家有多一個地點可以去睇港超聯嘅賽事啦。咁嚟緊接住落嚟下個禮拜咧，連香港仔運動場都有都開翻咯。係啊，係咯。嗱，其實上個禮拜咧就爆棚咧就係我預期中嘅，不過我本身預爆兩場，我就諗住釜山道咧同埋呢個青衣，即係話東方對流浪啦，同埋傑志對呢、這、一個進鋒咧，呢兩場波咧會爆嘅啊！兩場波爆得一場，不過其實就你講緊釜山道嗰場啦，即係流浪對住東方咧，就都接近八九成噶啦，即係睇落咧都你喺入場數881啦，預計就應該1000人到咧，即係爭兩嚿到啦，爭翻200人啦。即係你喺球場望翻去觀眾席嗰度咧，其實就都接近座無虛席噶啦。咁你當即係有啲位誒唔俾坐交叉咗咁樣咧，其實都算係幾座無虛席 feel 嘅。冇錯啦，其實咧我都想講，譬如呢兩場波嗰個觀眾先啦。其實咧你見到入場人數，即係東方嗰場對流浪1-3呢場波咧，咁啊881人。咁但係其實進鋒嗰場咧671，望埋去咧，其實就釜山道咧雖然冇爆到，但係咧個座位人數多啲啦。咁其實望埋咧個感覺上熱鬧啲，氣氛會熾熱啲嘅，因為啲人坐得近啲啊。系啊，同埋其實即係流浪，唔知係咪耐冇有 fans 喎，而家係啊，唔知係咪耐，亦或者唔知係咪耐冇喺釜山道踢啦，我唔知啦嚇。咁啊，好多球迷賽前已經，但係同埋啊，佢哋又有打氣棒棒。系喎、哦，藍色嗰啲打氣棒棒添喎。藍色嗰啲打氣棒棒就應該以我所知咧，就係流浪球會大概派俾啲球迷嘅。O K。咁但係咧，佢哋應該都有一啲組織嘅，例如嗰啲叫做咩最低限度嘅打氣啊，為標準流汗啊呢啲組織啦、啊。但我見到嗰時喺啲 I G 咧都有文宣，做得幾靚嘅，即係講真，民間嚟講算係做得唔錯。喂，仲有個球迷呢啲自發性嘅，又流浪自己又冇好官方咁做啲球迷會嘅組織。咁我見到嗰日咧好得意啦，即係喺開始講呢兩場波之前，我哋講喺花絮啊。嗰場波我見到，哇！大家見到佢哋嘅即係流浪嘅官方嘅 page 啦。咁早幾日就阿立立生日啊嘛，326咁啊，好多人同佢慶祝啦。呢個咩話？農曆喎，農曆生日嚟嘅係啦。咁啊，留翻佢自己得閒自己個 page， 好似其實都講咗好多年㗎啦。不過有興趣大家上翻佢個 page 自己睇啦嚇，費事幫佢宣傳咁多。咁但係咧就。好多球迷咧諗住呢場波不如即係贏波賀啊，立立大壽啦。雖然係輸波啦，但係我見到喺球場裏面咧，如果你有入場見到有人幫我唱生日歌，梗係啦，梗係啦，同埋唔止生日歌添啊，仲有唱呢個流浪嘅其中一代嘅會歌啦嚇。係，咁你知即係莫山嗰首打打氣啊嘛。係啦，係。你知流浪好多會歌啊嘛。喂，上一場我見到爆棚喺青衣嗰場對傑志，佢已經有唱噶啦。係啊，所以其實都幾忠實嘅一班人。因為其實你睇翻呢八支球隊咁喺論嗰個球迷嘅組織性同埋論人數嘅多寡咧，咁流浪一定唔係話最多噶啦。咁而家其實呢八隊睇落咧，即係我哋平心而論，復賽前後或者對上呢一兩年咧，咁我哋睇咧，的確係愉園就可能係比較少啲，係啦，即係、就是、個聲勢人數嗱人數都唔敢講，因為即係、我哋啱啱禮拜六都有同你一齊討論。或者同啲朋友一齊討論呢個現象咧，就係遠佢哋唔係冇球迷，只不過因為作為一支老牌球會，佢哋可能嘅球迷嘅基數係嘛，係啦，基數或者平均年齡咧，可能都係老一輩嘅球迷為多或者為主，咁所以其實現場你見係兩三位年青人打氣，咁有鼓嘅，咁有叫嘅，咁但係又未做到凝聚到成班球迷一起打氣嗰種聲勢咯，咁所以呢方面，嗱我哋唔係講人數啊，但係論聲勢，遠係比較弱。咁因為正正就係流浪喺呢對上呢兩個禮拜咧，佢哋有一班有心人即係自發性嚟做嗰個組織啦。咁我嗰日咧就其實上半場我就坐喺看台
下半場先。你坐喺流浪嗰邊啊？上半場。係啊，上半場。即係你做流為標準流行。咁、我都係因為我唔係坐喺流，唔係故意坐喺流浪嗰邊，係因為即係對正條中線，咁咪又坐咁啱嗰個位就係流浪嘅 fans 啦。咁啊，即係氣氛如何啊 ？OK 嘅，認識咗有兩三位咧。啊，佢哋就據聞咧，係南華嘅 fans 嚟嘅，南華會嘅 fans。咁咧就。過當為標準流汗，因為就佢哋就話咧啊，跟咗南華某啲球員好耐噶啦，咁咧就適逢而家流浪就可能有啲前南華嘅球員啦，大家都知啦，譬如陳少君啦，咁當然東方有嘅梁冠聰啊、翟霆鋒啊，好多啦，即係數之不盡。咁但係就可能跟某啲學希啦，學希啦，即係跟某啲球員，咁然後就再抱少少挫強扶弱嘅心態啦。我唔知好難講，咁跟住再加有啲可能認識嘅。志同道合的好友，所以就支持流浪啦。又適逢他們可能如果又住得近近地的話，那就是幫流浪打氣咯。再加上剛才你說啦，就是有些打氣棒棒嘛，所以個氣氛啊，一時三刻流浪的主場賽事呢唔錯喎，係咯，跟住嗰日咧就我哋都見到阿莫生又嚟啦，佢仔又嚟啦，哇！跟住又擺埋啲 banner 出嚟，都個主場氣勢啦。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東方嘅大會啦，佢哋有一班好穩定固定嘅即係粉絲群啦。咁我當可能譬如佢嗰日場波有800多人，可能我當有最起碼應該都有200-300人係睇東方啦。係，咁啊，其實但係睇到嗰場波嘅氣氛咧，就流浪嘅打氣聲又唔係好舒適喎。咁啊，當然啦，個賽即係嗰個比賽進程啊，大家就知道即係東方當然係打得好啲。咁但係其實講緊打氣嚟講咧，流浪呢場就唔係好舒適。嗱，咁我哋又講下場波啊。嗱，呢場咧就開波之前咧都預咗喂流浪呢期都喂幾有黑馬 feel 喎，即係打得唔錯喎嚇。對上一場波對住傑志都可以守和。咁啊，今場咧就都諗住佢。個神龍奧力斯打得咁好啦，即係點都應該打得唔係好差。不過咧就大家有啲意外咧，就開波十幾分鐘就14分鐘咧，阿加斯圖就傷出啦。咁其實都幾關鍵。係啊，幾慘噶，因為有幾個因素形成呢場敗仗啦。有少少敗仗組成嘅，你可以話，因為阿加斯圖對於佢哋嚟講真係好重要。你前線冇咗個有牽制作用、有一定衝刺能力嘅外援前鋒，仲要停到波，停到波。咁早相出咧，咁的確係令到教練團隊、令到球隊嘅部署係好受影響啊！咁當然早年奴咧呢場波復出啦，因為早年奴其實你睇翻佢近期咧，佢應該係復賽之後復出真真正正呢場佢先至係後備落場咧，係復賽之後第一場嘅復出。咁即係話佢復賽一路傷到而家，幾個月啦。咁啊，即係唞咗好耐啦。咁固然能力唔需要懷疑啦，咁但係狀態梗係未操起啦。唔 fit 啦，係啊，唔 fit 啦。咁當然東方都有嘅，東方嗰邊利馬其實都唞咗。哇！直頭未收身喎、啊，利馬。係啊，你話真正正選對上一次正選咧，其實已經講緊上年11月。上個月二月份佢都有一場賽事，佢都後備落場嘅，就係對進鋒嗰場啦，冇記錯。咁所以其實兩邊都有啲即係巴西嘅外援啦嚇、今場叫做再一次復出啦。咁啊，講翻呢場波其實就。兩邊個排陣，兩邊個陣式咧，個結構上面都幾相似嘅，都係一個4-3-3嘅體系啦。咁、但係首先我 mark 低咗一個 point 咧，就係兩邊嘅中場中個三個咧，有一個球員個定位都係比較尷尬嘅。咁啊，流浪呢場咧就係周家樂，東方嗰邊咧就可能係王威啦，特別係上半場嘅王威。咁因為其實喺呢個三中場嘅體系咧，理論上比較。鬥心啲，流浪比較鬥心啲嗰個就係黃俊軒啦，即係大軒啦嚇，26個黃俊軒啦。咁另外就結婚嗰、那個，係啦，結婚嗰、那個。咁另外林家偉咧就比較做多啲派牌嘅。咁但係反而周家樂咧，佢應該就係做一個 box to box 咁嘅角色啦。如果即係你三中場咁嘅配置嘅話咧，功能性應該就係咁樣分啦。咁但係睇落又好似有啲三不像。咁另外嗰邊東方其實都係啊，王威都係有處於一個咁嘅比較尷尬啲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就係、是。上半場其實就算你話東方係佔取主動都好，但係流浪個體系啊個隊形咧，喺呢方面中後場嗰度都幾緊密嘅。同意啊，因為其實嗰日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大家一齊睇呢場波嘅時候都講，喂，其實大家中場有呢兩個好似好有黑洞嘅球員，即係喺上半場咧。
尤其是周家洛同王卫两个，好似啲波唔到佢哋嗰位咁样嘅，即系咧个波可能球来球往，但系永远都唔到佢哋脚，咁就好似头先阿房你所讲呢个情况，就系、是、个波去唔到佢嗰度，你又觉得佢攻又唔系佢，做串联又冇佢份，跟住然之后分波又唔系去到佢嗰度，咁变咗其实见到佢哋两个咧喺球场度中场咧走嚟走去，啲波咧系唔到佢脚，咁但系当然咧，你话讲流浪呢场波个阵容，咁当然要睇下佢哋嘅中坚啦，即系基兰马同法兰道两个都一齐同时间呢两个主力都冇出到，咁啊揾咗两个替工喎呢场，咁啊就阿小林啦，即系呢个中星林同阿杜格拉斯两个做咗替工啦，咁两个都摆到明系一个防中球员，就褪后一格打中坚，咁啊因为咧呢场波可能东方咧亦都冇刻意去喺上半场打好多高波或者轰埋佢，咁其实喺上半场嚟讲，其实两个球员咧以替工嚟讲咧，我都觉得系算系称职嘅，尤其是咧中星林咧喺赛前我见到个排阵都有啲等佢担心，哇小林啲波都窄窄地喎，即系粗枝大叶啲啊，尤其是佢好多时咧都俾唔到一个好稳健嘅后防嘅信心，你揾佢打呢啲差唔多叫做龙门前面嗰个咧，一穿窿就输波，好多时都系咁嘅，即系你大家睇佢过去喺流浪几季都系咁，咁但系今场波。真真正正在他們這位置輸或者甩流又不算是很嚴重，其實會近期來說中星林這場球我覺得表現算是不錯的一場，其實流浪我一直都覺得即在教練團的督師之下，他們剛才我都讚了他們的隊形或者即整體中後場的緊密程度不差的，只不過之前的集數或者即之前的其他節目都點評過，就是覺得他們在用人上面有很多球員可能每場都要踢不同的位置，嘗試不同的角色，那變成在默契啊，在互相的互動上面是有流暢度是不是很足夠咯，那這場球其實你都說了啦，輝輝，即是這個中堅組合我想真是第一次搭檔啦，中星林加杜格拉斯，那杜格拉斯更加因為要退後一格打個中堅位，令到中場的屏障的掃蕩能力截擊能力減弱了，咁其實即係平心而論，呢場波黃俊軒咧，佢個發揮或者佢近期有某啲賽事，佢都加強咗嗰個中場嗰個身體對抗性啊，或者即係嗰個截擊能力、嗰個搶截咧，都幾有效率嘅。咁但係再配上頭先講話阿林家偉又好，即係周家樂又好啦，咁呢條中場線可能始終都係相對比較吃虧啲啦。你話如果有翻，即係等於進鋒嗰邊，如果你將卡爾特納褪咗落去打個中堅位。咁你三個中場中用華人中場嘅話，咁可能喺身材優勢或者即係截擊能力嗰個硬正程度係減弱咗咯。正如今場嘅流浪一樣啫嘛。所以其實你見到，譬如就算去到邊路咁計啦，你見到過往比較活躍嘅林學熙啦，同埋喺佢嗰邊嘅姚浩明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敢上，因為始終咧上半場有。右邊的李家耀咧都助攻呢個出擊能力，呢場波我覺得都幾亮麗嘅，即係可能過去大家都會覺得，fit 啊、即係家耀可能都會成日會認住，唉佢唔知攻又唔係守又唔係，其實呢場波我覺得佢打得幾好，咁啊上半場嘅威脅都相當多，因為咧大家如果你有睇過去呢幾場波嘅東方龍獅咧，咁因為。大家都知道費蘭道咧打咗咁多場都好似都仲未 fit 啦，咁喺左路其實真真正正產生一個好大嘅威脅咧就唔係好見得，反而右邊咧幾有驚喜啦呢場，咁啊有利馬幫佢分波啦，雖然叫做王威嗰個作用有啲飄忽喺上半場，咁但係嘉耀喺右邊咧其實打得幾好，咁變相咧姚明同學熙好多時咧都要縮翻後，咁變咗林學熙都要翻去幫姚明咧喺左路嗰個防守，咁所以其實變咗其實上半場咧流浪受到掣肘唔少啦，傷咗個中鋒，跟住。然後前面少個停波的人又不夠 fit， 受壓就一定的了，再加上你看到三十幾分鐘的時候迪高入的波的確是厲害，今個禮拜很奇怪，即是呢入球都相當之精彩，起碼三四球啊，即是我們金球啦，是啊，三四球，譬如李文那裡有兩球都好，我們都覺得個即是個精彩程度，還有這場波其實迪高這下他後上第一球波他在禁區頂那下呢個球速他其實硬得很型，即係撞眉底彈入固然即係攞曬彩啦，但係其實個球速都好快。快咁另外其實流浪你話入嗰球即係破蛋嗰球咧，其實喺左邊嗰個界外球攻勢其實好多都係 first touch 嚟，包括陳少君心口照翻去俾後面，跟住再彈一腳，其實幾下都係第一時間嘅。學熙個 finishing 都係第一時間。係啊，左腳啦，仲要咁啊！即係你講到話東方咁，李家耀一定係㗎啦。今年嚟講已經成功奠定咗佢喺右閘，或者有時如果東方踢一個三中堅，佢要打右翼位嘅話，佢一定係。球隊嘅必然正選嚟啊！同埋復賽之後，其實佢
都是唞了一場嘅咋，冇錯，三月中是唞了一場，其餘真係場場踢足，唯一場場正選咁滯㗎啦。所以其實喺東方陣中呢條右邊嘅攻擊線真係好重要。第一球其實都係得益於佢喺右路嘅側擊啦，再彈咗埋中，即係彈咗埋中間就迪高嘅撞射啦。咁所以其實佢嘅重要性而家真係不言而喻㗎啦。咁但係你話，尤其是霆鋒傷咗啦，係啊，咁側擊能力以佢係最強添啦。咁另外即係你話。東方今場波進攻上面個都幾立體嘅，即係你話新組啊，同埋費難度啊，唔係法難度啊。呢場波我想講，我原本就想睇下費難度大戰法難度，係啦，嗱，睇下佢講波嘅人點講。係，英文咧，法難度守住費難度咁樣。其實如果要英文旁述都麻煩嘅，即係因為兩個都叫 Fernando 啊嘛。之前都講過啦，冇理由一個又譯費難度，一個譯 Fernando vs Fernando 咁。係啦，你話如果要總結呢場波流浪嘅敗仗嘅話，咁固然十零分鐘冇咗阿加斯圖好大影響啦，咁同埋即係失咗下半場。五十零分鐘，即係初段失第二球之後咧，就好似令到軍心啊，或者即係大家整體嘅士氣同埋信心就進一步受挫。咁好快失到三球之後咧，已經呢場波已經可以擺入出櫃。冇錯啦，咁我哋好快咁又講下一場波啊。咁下一場咧就同日嘅，咁原來咧喺釜山道就去呢一個旺角唔係好遠嘅喎，我覺得。親身經歷過啦，嗱咁啊，尾場咧五點半，愉園就卒之就喺自己主場一比一就和咗冠中南區啦。咁啊，嗰日咧就開五點半，我哋咧就應該第一場波做埋啲訪問啊，執埋嘢，應該五點鬆啲，好似一兩個字到就去坐地鐵。咁我哋去到球場咧，就啱啱應該係十二分鐘啊，我諗係十十分鐘到，我仲記得入到球場啦，喂，輝輝波已入喎、咁樣，咁原來我哋一入到場已經係睇唔到第一個入球，咁我哋即時啊睇翻東網嘅 playback 就呢場波嘅冠中南區成個精神面貌咧，感覺上好咗好多，咁啊無論係攻又好守又好，咁其實都比之前嘅比賽積極咗好多，咁啊尤其是咧。阿子彈啦、呢場波咧，其實佢應該係值得擁有一個入球嘅。咁啊，我自己目測起碼都有三四個差唔多叫必入波，佢都把握唔到，或者俾對手喬叔啦，即係陶俊喬救出啦。咁其實呢場波咧，雖然咧我哋入場嘅時候已經一比零，咁但係咧其實差唔多大半個上半場咧。都見到係冠中南區嘅天下嚟嘅，咁基本上攻勢咧都喺曬佢哋嗰邊。咁卒之咧四十分鐘就憑川內老太接應一個傳中波，咁亦都相當之靚啦，接應嗰個波傳中咁頂入。咁啊上半場一比一咧，我就覺得好合理。咁但下半場嚟講咧，其實我見到愉園咧嗰個相對嚟講比我令我有啲失望咧，就係佢哋喺嗰個變動咧比較少。唔知係咪因為咧我哋入場都講過啦，就係佢哋嘅閘位啦，李克淑啦，即係今場波。他哋換了位置打不同的閘喎。呢場波其實正選咗排陣，因為你知即係林顯廷就要停賽啦，咁啊即係呢場波要缺陣啦，咁所以其實都幾大影響，我覺得。係啊，個閘位球員個影響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啊！咩叫牽一發動全身呢？就係、本身要踢右閘，即係本身係球隊正選右閘嘅張翠軒咧，就要褪過去打左閘。Marco 係嘛？係啦 ，Marco。咁另外就右閘咧就用咗潘佩軒，咁其實都大概會明白。教練團的想法的，因為 Marco 即係張俊軒本身係踢過左閘啦，咁啊今季試過偶爾客串打過左閘位啦，咁但係佢就唔即本身其實教練團個取捨就係、到底我好唔好兩個閘都喐曬咧，定還？但係佢又唔想放棄右邊嗰個側擊，因為佢知道潘佩軒如果佢踢個右閘嘅話，佢喺上落嗰個幅度同埋頻率。應該可以跟前面前一格的右翼袁世傑可以做多啲配合啊，做多啲互動啊咁樣，咁佢叫幫下世傑啦。係啊，咁佢就犧牲咗對上呢幾場波，張俊軒同埋袁世傑喺右邊呢條線嗰個配搭。我覺得愉園喺今季嘅比賽裏邊咧，太過依賴呢個球員啦，即係咧大家會見到有蘿蔔仔或者冇蘿蔔仔出場嘅愉園咧。可以話差唔多冇咗只居咁啫。咁其實呢一個係唔係一個話好啱嘅現狀？我唔敢講，但係個影響相當大咯，個重要性好緊要咯。即係你見到今場波佢一出到嚟嘅時間，好明顯就牽制到。我有好多時留意到佢攞住個波，佢係帶生埋呢個艾迪比蒂。即係咧，你見到過往幾場波冇咗佢咧，艾迪比蒂攞住個波或者前面咧，佢一個人做唔到好多嘢。咁但係咧，你當見到
羅伯奧道今場幫佢落場嘅時候，無論佢係咪攞住個波都好啦，佢都帶刪咗嗰啲前線嘅攻球員，尤其是呢個艾迪比蒂啦，大家都成日覺得哇呢、這個球員有級數或者有翻啲朵啦，咁但係咧就比較懶啲。咁、但係今場波你見到佢個跑動啊，比之前好咗好多。啊，有時就係咁啊，作為對手咧，可能你知道即係突然間，你頭先講話，如果淨係得艾迪比蒂一個，可能佢對對手都未必話咁怕你，因為知道可能要鉛制嘅人。中前場比較有威脅，牽制狀最大的只是需要防住艾迪比提。但是如果有羅賓奧道一起，兩個尼亞尼亞外援在前線周圍的即配合、啊、或者即可能你知道有些身體語言或者令到對方就要多了一個問題想了，就是他們兩個會不會有些很出其不意的配合、啊、或者即、兩個一些絲絲入扣的組織可以打到出來、啊羅伯奧道在早幾場波受傷的時候，你見到米基爾同埋就算講緊中場阿、查理史國咧，嗰、那個重要性會再加強很多，因為很多時候要靠佢哋做波。咁但係而家唔係啦，有羅伯奧道咧，我懟個波上去你自己搞啦。係啦，好多時候都係咁變咗。其實如果佢唔 fit 嘅話，下半場好明顯啊，見到佢開始有啲跌鍋啦，即係可能都未係狀態啦、十足啦，打半場衝咗一輪，下半場開始叫做 drop 咁啲咧，好明顯你見到愉悅嘅攻勢，即刻成隊波好似立咗好多咁樣。所以其實真係無獨有偶，呢兩隊波啱啱對上一場就係各自都係輸咗俾進鋒。谂住对住进锋仲唔 check 硬攞三分开斋咯，点不知赢唔到，不但止输埋。咁呢场波其实你见到两队都，尤其是南区咯，我觉得呢场波佢哋真系叫做班人好似醒翻啲啊，即系喂死啦，再输唔掂，真系压力嚟咯。对住进锋都输，对住愉园都叫做差唔多实力，仲唔要赢？咁其实见到佢争胜决心系有，问题就系始终个把握力唔得啦。咁头先讲个子弹喺上半场几个机会入唔到，咁。到最尾就一人叫做攞咗一分啦，都叫做好过冇啦，即系叫做都冇输波，止下血先啦。好，咁我哋又讲下一场咧，就第二个比赛就天水围飞马喺主场咧就1-2输咗俾利文啦。咁呢场波，我特别想讲下咧，就系赛后咧阿晓明 Sir 嘅访问咧讲得好精警嘅，即系话咧呢场波叫惨胜。咁啊，点解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喺个虽然佢嘅赢波咁，但系。在個過程裏面他傷了兩個很重要的球員，即上半場已經排住隊受傷，何西安祖傷了，轉頭就輪到光頭，即是韓樂峰，韓樂峰又傷了出去，這兩個球員在李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實在賽前之後有機會呢，就剛剛在他們熱身的時候我就撞到傑仔，即是從傑仔跟他談過，其實呢大家都會知道呢，今季呢他們自從尼迪利離隊，即是退役離隊之後呢，很明顯呢就你見到他想用金城龍呢，即是 Kim 呢就代替尼迪利的位置，但是呢其實我們跟傑仔談過偈，他們經常都說、這個球員的打法跟尼迪利是完全不同的，即是呢他不是一個柱等式中鋒、他是比較近啲邊路嘅側擊型嘅球員，所以其實過往大家去見到對上嗰一兩場波咧，好明顯你見到其實李文喺個戰績又好，個表現上都係一種摸索嘅階段啊，即係見到喺一個冇尼迪利嘅環境之下，用另外一個嘅前線攻擊球員。球員都需要時間去習慣呢個打法啦。咁其實呢場波咧，正正就係你見到洛迪古斯嘅加盟之後咧，就係、可以代替到尼迪利嗰個空缺。因為其實佢擺翻嗰個位嘅正前咧，其實佢相對嗰、那個尤其是西班牙式嘅打法咧，其實比較近似啲尼迪利。咁、可以咧叫做釋放翻金城龍打翻一個叫側擊嘅比較叫做唔係真正嘅最前嗰個位置，咁反而其實我覺得個發揮咧比之前嘅比賽好啲咧。喂，我覺得金城龍同埋基華尼頓某程度上有啲相似嘅，都係有腳有啲 overlap 添，我覺得係你可以話係嘅，但係你話可以話係多個後備力量咯、後備力量加強咯。咁但係點解話踢法相似咧？因為兩個都係有腳仔，咁兩個都係擅長喺邊路推進，喺邊路活動。咁亦都即係擺喺進攻偏左個位咧，其實好似呢場波洛迪古斯入嗰球，正正就係喺金城龍喺左路斜咳埋中間，跟住又即係地波猜翻埋去中路。咁其實基華尼頓都係嘅，咁當然基華尼頓個突破力或者個速度可能快啲啦。咁始終金城龍都年紀唔細噶啦。咁但係金城龍勝在就係有另一樣嘢，就係佢個制空能力啦，同埋佢嗰個即係護球能力啦，呢方面都好強嘅。咁所以其實都叫做。在進攻的配搭上面李文是 keep 得到的，那另外洛迪古斯那一下處理最令我嘆為觀止的就是其實
佢右腳換翻左腳，除咗話起腳快之餘咧，其實佢嗰、那個你見到佢個左腳嗰個綜合能力，同意起腳嗰下攞到個角度同埋個力度好準，係呢啲就係你前鋒球員，即係或者你作為一個球員應該希望做得到左右開弓。你睇下去到呢啲咁關鍵嘅位置，其實如果你試想像下佢左腳係生蟲嘅話，佢唔會射到呢啲波。即係呢兩個入球咧，都相當之有水準啦。純粹係兩個球員嘅級數嘅表現，我覺得嗱，金城龍上半場嗰個好靚嘅 curve 不在話下啦，一個咁遠程嘅波，其實要入到唔係容易啊。咁至於頭先你所提過雷迪古斯要入球咧，背住個龍門攞住個波，右腳拖左腳轉身，成個過程啊，係非常之流暢。咁同埋咧，特別我想講就係、其實飛馬呢場比賽咧，喺成個比賽裏邊嗰個防守其實相當集中，即係其實相對你見到李文咧，唔係做到好多好有威脅嘅埋門，但係正正就係呢兩個球員嘅級數，先至即係叫做可以成場波你數可能三四個攻門，四五個中籠嘅啫，咁但係已經做咗兩個入球，其實可能你話呢啲波係咪叫做餐事，我叫做半餐事啦。你話禁區頂攞住個波或者一個罰球，呢啲可能一場波出現幾次都入唔到嘅喎。咁但係佢哋把握到，咁其實我覺得呢場波就係把握能力嘅分野咯。係啊，飛馬可能隨時嗰個攻勢多過李文多多聲，有少少贏形勢輸波啦。飛馬你可以話咁，但係李文就算贏都要付出代價啦。咁但係一支即係、你話邁向或者希望塑造自己成為一支有冠軍特質的球隊咧，咁有時喺呢啲比賽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個底韻提升啊？打得唔好嘅情況之下，喺逆境嘅情況之下，你攞到最終嗰三分，呢樣嘢幾咁重要，相信唔使多提啦。同意啊！調翻轉我就想講天水圍飛馬啦，即係大家會對於佢哋嘅祖軍或者有超級外援對佢有一定嘅憧憬，近期嘅表現亦都好似有回軟嘅跡象，但係你睇呢場波你就正正睇到，喂，真係講句難聽啲，中游了啫喎。即係咧，呢隊波喺啲關鍵嘅時候，往往都係令到大家失望嘅。即係譬如你見到上一場波，其實我覺得佢輸俾傑志係有啲唔抵嘅，即係可能真有機會執翻一分。呢場波學你話齋，又贏形勢輸波嘅環境之下，你啲球員喺前鋒線嗰個把握能力，你把握唔到入波。咁兩場對住大家叫做爭標對手，失咗六分，相當之蝕灼啊，可以咁講。咁你話？佢可能做到喺今季啦，你問我，我覺得佢有機會最後都有機會入到前四嘅。但係最尾咧，天水圍飛馬應該就係一隊影響住個冠軍嘅半腳石嘅啫。你話叫佢爭冠軍，我就應該去到呢個階段，我唔會預佢。所以我會形容為佢哋唔係爭標組嘅爭勝主角，係嗰種介乎喺爭標組啱啱可以趕到上爭標組尾班車嘅嗰隊，或者有機會跌落去。護級組嗰隊中游分子即係前四尾一咁，所以我話中游料就係咁。即係老實講，唔係話睇低佢哋，當然佢哋我哋唔會懷疑佢哋啲球員嘅質素同埋教練嘅能力。不過問題就係喺個配搭上同個表現啊，尤其是個表現，即係你講到幾叻都冇用，踢出嚟咧，的確唔係令到大家心悦誠服。咁所以其實呢場波，你話佢哋再一次連續幾場波喺主場裏邊咧，只能夠攞到三分啦。咁其實，令到他們的擁躉都應該有點失望，還有都是那句啦，球隊的底氣是要建立的。那李文其實之前有錦標落袋，即是有為什麼說冠軍就可以提升你隊波那個底韻呢？就是你自自然然就會有一種冠軍的信念。一班球員啦，尤其是即是當你一班球員都是在有很多球員是效力了球會很長時間的，已經成為了中流砥柱的，所以你就更加令到這種自信心提升，是一些就是這些這樣的場合可以令到你在形勢輸蝕之下攞到最終的三分，咁李文呢一度係展現到出嚟咯。咁但係飛馬呢方面係需要時間建立嘅。咁希望佢哋嚟緊呢個禮拜一咧，對作客去到對住近況開始有啲回勇嘅觀眾南區又再好表現啦，即係一啲啦，即係叫做大家都係差唔多啊，即係兩隊波榜尾對住天水圍飛馬，咁到時係點咧？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去。香港仔運動場揾答案啦，咁我哋又講埋最尾一場啦，就紅旗再現咯，哇！傑志都算巴閉咯，即係咧連續今季本地波第三場爆棚波都有佢份，咁啊喺作客青衣運動場就3-0叫大勝進鋒啦。咁你話睇呢場波671人，咁我先講下入場人數先，好奇怪，我睇上一場波咧，今場波咧就671人啦，就購票人數就648。
就收入21,000+，今場波咧就收80蚊一場。嗯，上一場波咧就流浪主場咧叫做嚇，都係青衣運動場，佢收60蚊一場。場波咧就678人入場啦，購票人數又係648喎。係，咁即係話咧兩場波都係648人買購票，一場波係80蚊，一場波60蚊，咁一場咧就21,000，上一場波就18,000+。咁嘅時候咧，即係講句難聽啲，兩場爆棚波炒埋都唔夠一碟，即係咧。兩場都是三皮領四平，咁啊，即係喺本地波嚟講，一個球員嘅人工都可能係啊，即係你隨時啲球迷仲喺度講話阿丹賺一個月都唔知幾錢，咁即係連俾佢人工都唔夠。咁但係對於本地波球迷嚟講咧，夠我哋 J 嘅啦，都係嗰句啦，即係第三場關控期最低限度令到嗰600+人入場打下卡、影下相，叫大家多啲聲音啦，我哋關注到多啲啦，都希望多啲人留意到，哇！咩事啊？本地波又爆一場啊！真係唔知道，以為個球市好興旺，咁原來600+人。咁啊，嗱都係咁講啦。第四場波嘅爆棚，我就預計會嚟緊下個禮拜啦。因為點解咧？就東方龍獅咧又會作客青衣運動場，就對住進鋒，咁可能好有機會又爆一場600+人啦。咁啊，連續四個禮拜有呢個本地波嘅紅旗，咁其實都係一個創舉嚟嘅嚇。無論有幾多人入場都好啦。咁啊，首次啦都系，系啦，咁啊，我哋又讲下场比赛啦。咁其实你见个战果就好似杰志都赢得相当之轻松喎。咁其实战情就唔系咁啊。咁啊，尤其是上半场咧，我觉得进锋个表现就相当之令人有惊喜添。咁啊，唔知系咪因为杰志嗰个排阵啦？咁基本上呢场波亦都出咗好几个叫做比较少出场嘅球员，好明显咧亦都有少少流力啊。因为下场佢哋对李文啦，杰志系，咁啊，所以其实。他哋都收起了譬如巴爾拿啊，就算丹尼路域啊，就算朴俊炯同丹尼呢兩個常規主力，今場都擺喺後備席。咁其實就下半場佢都只係換咗丹恩同埋丹尼落嚟啦。咁啊兩個阿丹啦。咁啊今場出咗畢頓羅子啊、何振廷呢幾個比較少出場嘅球員。咁啊阿黃潤大哥亦都叫復出正選啦。咁其實可能就因為嗰個實力上，因為亦都對住進鋒都應該正常估，大家預計都唔使出咁多刀刀叉叉啩。於是咧。就見到上半場的形勢比較近，甚至乎有球迷跟我講話，喂，似乎上半場進鋒打得仲好，咁我某程度都同意嘅。有時候即係嚟到呢個階段咧，都冇辦法，即係可能會有朋友啊，即係有球評家都會話，喂，傑志係咪輕敵啊咁樣？咁但係有時站喺教練團隊的想法上面都要為未來而計算的，即是有個取捨，他選擇在這場比賽搏一鋪，那是的啦，當然你見正選11人不是說他們最敷添的11人，但是喂，如果你這場你出場最少正選11人，跟著你上半場鎖定勝局，跟著之後你下場又因為啊，你又會說我沒有流力啊，這樣場場勝利11人啊，下場又失分的話，咁你到時你亦咪又係會話佢，咁正如即係你一定要揀一兩場嘅賽事去做一啲嘅輪換，去做一啲嘅體力流放，咁所以揀咗呢場。咁上半場你見到啊，咦，半場都未能夠取得入球喎、啊。咁其實你見即係阿朱常啦、朱志光半場休息佢都禁制㗎，所以其實你話佢應對。都已經算是快嘅，係咁啊！所以咧，其實就我見到有啲進鋒球迷同我講咧，就話：哇，其實我哋啊打得幾好噶啦，下半場咧要焗住咧，傑志都要換啊丹恩奴域入嚟先至贏到波。咁其實依樣嘢都同意嘅。咁其實上半場你見到進鋒嘅表現相當之令到大家有驚喜啦，尤其是啊余子南啦。咁其實賽前咧我都有問過可 Sir， 即係進鋒嘅總教練啦。咁佢都講佢話：今場波啊！我哋都係擺翻魚子同上一場贏冠中南區嗰個陣差唔多，都係擺翻佢一個進攻中場咁。咁當然咧喺上半場，大家見到哇好沙喎！我哋咧影相就影到好多魚子嘅靚相，都係因為佢喺上半場亮麗嘅表現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以一個借將嚟講咧，特別喺呢度同香港隊嘅教練啦，同埋東方龍獅嘅教練都講，喂，留意下魚子呢排表現相當之突出喎，即係咧。東方是不是時候下季或者回收回或者香港隊都去考慮一下這個新進的年輕球員呢？為什麼特別要說呢？就是早幾場波我們講過嘛，喂，進鋒今年好像令到大家有驚喜，整場波個球員都打得很有活力，但是你又不特別認得誰、啊、好像打不起一兩個球員、啊、那借仗都是球員啫，那起碼這場波你會見到哇打得真的相當之令人即是叫做
哇！呢、這個進鋒原來有個咁好波嘅球員喎、哦，如果你少睇波嘅話，你都會問呢個邊個嚟啊咁樣。繼續 keep 住，即其實有時咧，你點解得到球迷嘅談論？除咗你的表現之外咧，當然有某啲其他嘅因素嘅，譬如可能你個外形啦，因為可能有啲球迷未必好認識魚子男嘅話，你就會俾佢即魚子特別靚髮型，或者俾個髮型吸引住，係啦，咁你真係自然留意佢。咁所以其實好多個因素嘅，咁魚子男就發揮就。他今年在進鋒真的表現性在夠穩定，因為每場球參與度夠高，在中場線的表現很有活力，你說那個創造能力盤帶能力是可能唯一，尤其是復賽後我覺得他復賽之前在青英杯的表現都是一般，是不算是很突出，但是這幾場球很明顯看到他進步，是啊，是唯一可能唯獨你會覺得啊差那個入球咯，因為其實幾個進攻球員譬如王偉國啊羅俊仁啦，其實再加埋阿費利普薩啦，何思哲啦，都入過波嘅。何思哲又未入過波啦，咁但係即係對於魚子男嚟講，或者即係近期都多踢正選嘅何思哲嚟講咧，都想盡快爭取到今年喺港超第一個入球咯。咁啊，下半場咧就好明顯見到即係個級數上分野啦，即係朱 Sir 一撳掣，換翻幾個叫常規主力入嚟嘅時候，成個形勢即刻唔同曬。咁其實下半場咧，你見到受壓之下嘅進鋒咧，開始啲犯錯就一個出現。咁接住一個，咁你有犯錯啲入球就自然出現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對面咧，譬如加維蘭又好，丹恩奴域呢啲有級數嘅球員，的確個把握力相當高。咁你見到其實孖住丹恩奴域呢場波，見到譬如好似講緊係阿鄭景浩啦，其實都冇乜點樣走漏佢，咁一兩次嘅機會咁就輸波，咁就係呢就係級數上分嘢。我相信呢場波咧，進鋒嘅無論防守又好，陳隊波都見到嗰個叫速率啊，或者叫上一課好好嘅一課，我見到級數上爭咁遠原來。同埋都係嗰句，因為失第一球失第二球之間個差距太近啦，就係如果你失咗，點樣可以避免喺你失咗一球之後？你不要再短時間失第二球，你一路咬到最尾。嗱，試想像下，你去到80比賽尾段，仲係輸緊一球，咬緊一球嘅啫。咁你尾段自然有機會可以搏亂，可以偷雞，可以仲有條件可以講價嘛。咁但係呢場你60分鐘已經失到，即係失咗第一球波之後，你4分鐘已經失第二球啦。咁就好快又已經被對面帶住嚟踢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就呢場波優勝劣敗啦，叫做打得叫做比較進取啲嘅傑志贏波都相當合理啊，始終好明顯係高個級數上高於對手。其實我覺得呢場波嗰個嘅講緊嗰個實力上咧，就有啲似上一場波你見到流浪對住東方呢場咁樣啦，即係叫做始終個板凳深度又好，或者嗰個調配上配搭上，亦都大家都有老實講，而家嗰啲賽期咁密咧，大家都有後顧之憂噶啦，即係你又要流放，我又要流放，你要輪換，我都要輪換噶，係咪先？咁你話見到啲球員開始受傷，亦都難以避免。咁兩邊都有噶啦，咁啊叫做你板凳深度高啲，我換人換得多啲，或者叫做我就有得撳掣機會多過你咁嘅人。贏得都合理啊，冇錯，所以其實就傑志繼續排榜首啦。咁啊，今個星期呢四場波我哋就講曬啦。咁我哋又講下啲花絮咯，不如。喂，好多花絮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可以。咁啊，譬如有啲即係都同球迷可能發下聲啦。咁因為都見到喺群組啦，香港本地足球專哥嘅群組啦，或者即係其實喺球迷世界群組啦，群組或者即係我站本地波嘅群組啦，各方面其實唔同嘅渠道都見到好多球迷都想發聲講下，譬如一啲有關評述嘅事情啊，有關於即係錄音啊，或者即係直播畫面信號各方面一啲有關港超聯配套嘅東西。咁所以我哋即係今日都同大家叫分享一下呢方面啦，或者即係探討一下，或者有時我哋又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喺一場比賽完咗之後，我哋係做啲咩嘅咧？嗱，即係正如頭先你講話，禮拜六啦，咁去完釜山道睇標準流浪對住東方龍獅嘅比賽之後，其實如果我哋唔係要做埋一啲嘅賽後訪問，我哋應該係趕得切可以喺5:30前入到場睇魚丸對南區。係你。應該我哋計埋啲時間，頭先計過應該夠。夠嘅，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譬如踢完場波唔係即刻走，我哋唔係球迷咁樣話，一完場就
走曬，咁其實賽後做乜嘢咧？咁大家見到我哋都會有啲叫圍房啦。咁其實尤其是而家咧，因為喺疫情嘅關係之下咧，呢個圍房亦都比較有規模啲，或者叫有規限啲啦。過往咧就唔係嘅，即係咧你完咗場波之後咧，可能就大家都你中意捉住邊個人做訪問就一齊啦。咁一啲傳統媒體咧，大家見到好多時都會有幾個記者就圍住一個教練，咁通常大家都可能有啲叫做默契啦。咁但係就因為而家疫情嘅問題咧，就唔可能好似以前一樣，你自己中意捉住邊個做都得。咁你要喺比賽完之前咧，其實足總嘅職員都可能會問：喂，陣間想訪問邊個啊？陣間有興趣問邊個？咁除咗主教練之外，通常都會跟一個球員啦。咁所以咧，就喺賽後咧，好多時就兩隊波嘅主教練啦，再加一個球員咁樣啦。不過我就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有時候有啲可惜嘅，譬如舉幾個禮拜前咧，流浪隊進鋒嗰場為例啊，咁啊到啊唔係杜格拉斯啊，阿加士圖，咁啊喺中線附近就凹入咗啦，係啊，射入波啦。咁啊賽後其實我就同足總嘅職員講話，我想訪問，係啊，我想訪問阿加士圖嘅。咁但係奈何咧，佢就話由於佢唔識講英文啊，所以咁又冇翻譯喎。係，其實唔係冇翻譯嘅，咁但係如果你翻譯嘅話，又要勞師動眾，羅凡法蘭道啊，或者早年奴嗰啲幫手，或者杜加拉斯嗰啲，如果杜加拉斯係啊，因為佢啲英文真係麻麻地。我見到流浪嗰時啲後備，嗱嗰場波大家都見到佢咪十零分鐘傷咗啦。咁傷咗之後咧，我就見到你軍醫咧就比較輪椅車度坐住先，咁啊撞腎痛苦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埋啲記者朋友都有埋去問候下，喂阿加斯圖冇事啊咁樣。基本上佢都唔能夠表達俾所有人知究竟佢咩事受傷嘅，咁啊只能夠旁敲側擊或者去一啲賽後嘅治療先知道。咁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佢嘅英文，尤其是啱啱嚟香港嘅巴西球員，好多時候都喺個溝通上係的確有啲難度。係啊，所以慘情啊，即係講緊話，如果嚟緊呢幾日去睇醫生嘅話咧，都可能最好要揾啲識英文嘅同鄉去陪同佢，先至可以做到啲翻譯啦。否則嘅話，咁醫生你撳嗰個位，你都 feel 唔到個痛，跟住你又即係又表達唔到你點樣痛法，咁其實對於你醫治嘅效果亦當然唔理想啦。今日咧，由於週中咧就冇比賽啦，咁我哋今日錄音嘅時間咧就提早咗，咁應該你出街嗰日咧應該會係星期四到咧，就四月一號愚人節啦。咁但係我哋做節目今日咧就應該係30號到嘅星期二嚟嘅。咁啊，啱啱我見到咧最新消息，最新有兩單消息同大家講下啦，就艾力士咧即係。演咗幾年唔喺香港，去咗外地發展嘅，咁啊重返舞會叫做傑志啦，咁啊即係重返藍鳥嘅懷抱，咁啊多咗呢一個前鋒，咁啊傑志啊多咗啲調動，我相信咧一定係劍指住呢個亞洲賽賽事啦。咁其實見到傑志嘅誠意嘅，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識得講之前亞力士叫朱力士啊嘛。嚇、啊！即係阿朱，係啊，跟阿朱 Sir 啊嘛。哦，係啦，咁啊，好多人都咁講嘅。咁啊，佢同傑志嘅默契同埋熟悉程度唔需要懷疑嘅啦。咁我相信呢個加盟對於雙方嚟講好啦。咁啊，阿力士過往喺中超、中甲一路都冇得踢嘅。咁啊，其實出場機會少之又少。咁作為一個球員，梗係要出場啦。咁啊，呢一個加盟咁對雙方都係好事。咁另外一個咧就落實咗咧，就青英杯啦。咁足總就出咗呢個新聞稿咧，就係話。由於李文咧之前已經係覆咗足總話唔會踢呢場嘅準決賽，咁於是咧足總亦都順理成章地咧就唔安排呢場準決賽，咁啊如願咧就直入決賽啊呢場波，咁啊四月七號咧就會係由東方龍獅咧就會對住如願爭奪個青英杯嘅決賽嘅冠軍資格啦。係。咁啊。即係呢個風波，你之前都已經講咗好多好多次嘅啦。預計之內添啊，李文就成為咗犧牲品啊！呢場呢一喺呢個賽事喺一個風波之下，或者咁講啊，李文希望今次呢個做法令到我唔知啊，我唔知會唔會有咁嘅心態，或者即係有咁嘅諗法，就係如願其實參與呢場決賽，你哋都應該會覺得尷尬喎。係啊，所以就或者足總的尷尬啦，應該咁講嚇，唔識講啊，即係總之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好多噶啦。咁總之而家只係話俾大家聽嘅最新消息係咁。咁好啦，嚟緊啊呢一個今個禮拜又有幾場波啦。咁我同大家就預告一下啦，四月三號就進鋒主場喺青衣運動場，我預期會第四場嘅爆棚波嘅對住東方龍獅嚇，下晝3:00。咁啊。四月三號同一日，咁啊5:30，咁啊李文就主場對傑志，呢場亦都係叫做冠軍戰啊，榜首大戰啊，隨你自己填啊。咁但係咧就
青衣去將軍澳真係有啲難度啊！足總又再一次考驗啲黐線佬嘅耐力啊！又係三點到五點半啊！冇錯啦，咁啊，我估如果你睇完青衣嗰場波先去將軍澳，應該好問水啊！咁啊，自己就時間啦。四月四號，漁丸就主場喺深水埗運動場就對住標準流浪，咁亦都係同級大戰啦。咁啊，之前流浪話流力都係對為咗應付呢場比賽，咁相信激戰可期啊！咁啊，星期一咧就冠中南區歐得意喎，就星期一踢喎，就唔係星期日喎，無端端就整咗場冠中南區對天水圍飛馬，就喺香港仔運動場。之前阿房都提過啦，久違嘅香港仔運動場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四月七號啦，頭先提過就會有青鷹杯決賽啦，東方龍獅就會對住喺旺角場對住漁丸，呢場波亦都有免費直播嘅夜波嚟嘅，大家留意住係週中嘅夜波嚟嘅星期三晚，冇錯啦。咁啊。今集咧我就講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OK， 拜拜。拜拜。